今天是1月14号，星期四，天气晴。今天呢要做什么？早上一大早呢，还是先去播种一下，种一些茼蒿啊，莴苣之类的。然后，巡视完农场以后呢，就来去砍竹子啊，整理竹林，归竹林。那因为贵族呢是在每年的4、5月的时候呢，会打出。那你如果想要有贵族笋，那就非得要稍微整理一下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的工作呢，就是巡视农场，跟整理那个贵族林为主。OK， 我先要上路，先去播种喽。今天呢又来播种了一下种子，播了莴苣、茼蒿，还有剩下的所谓大叶菠菜的部分，因为大叶菠菜剩下一点点，我就一起把它给播种下去。这是在我们菜园子一的部分呢，因为包心莴苣呢已经采收的差不多了。所以就重新再播种了，让它加油吧。女主今天要来采收我们的大叶菠菜，把这一片的大叶菠菜呢，整个呢给处理掉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可能再种点别的。因为茼蒿的种子实在太多了，有可能就以茼蒿为基准呢。再播种一排吧，要不然就是种一下，试种一下芥蓝，看会不会成功。OK， 那原则上就是这样子。那这是我们的菜园子三，的情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昨天整理的林子，贵族林。那贵族呢，你如果要采收呢，那就非得要。疏伐，也就是把一些老竹呢砍掉，然后留下一些新竹，因为它到明年的月左右是茂4、5月的时候是茂贵竹的时候，所以你现在要把一些老竹啊细竹先把它疏掉啊，明年的时候呢你才有很多的。可以采收 ，OK， 我们今天来做啊 ，OK， 上工喽。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跟女主两个，终于把我们家的贵族林呢，整理的有一个样子啊，因为里面还有很多植被了。因为怕下雨，所以就暂且先留着吧。当然，在拉的过程可能还有遗漏的，但不管怎么样，80%-90%，都已经处理掉，最少现在看起来就很清爽。那至于还要再砍，可能还是有需要的话再砍吧。但是最少现阶段。就是像这样子就 OK 了。这是我家的贵族林。OK， 我们今天的工作到这边，我已经很累了，我们就收工了。